这是一款23音的音乐盒，它的发条在底部，一样顺时针旋转三到四圈就可以了。那这款呢，它附有暂停器，当盖子关起来的时候，音乐就会停止。好，打开音乐就会继续。那右边这个地方呢，有置物空间，可以放一些小东西。